최강의 소녀입니다. 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我们到了，行，走吧，先走吧，先走吧，先走吧。闯关中，我们现在去找那什么壁画村，特别有名的，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还没找到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现在迷路了，对，我们没有找到，这样就很尴尬，但是我们依然拍了不少的照片。 被我环住了，不要打自己的屁股了，打我屁股，注意一下，注意，这里是韩国，怎么了？个人修养，没有，那我就尴尬了，我能接什么？对吧？好的，好，我们往哪走？走的桥呗，反正都迷路了就。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周边的这个小景象。个人我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地儿的，因为我喜欢，我只要你在什么哪里都喜欢。这句话已经我猜到了，能不能换一个心情？喜欢，只要好。<笑><笑>这招真的是我觉得要被发扬光大了，这是我们最新的套路，阳光。 哈哈，掉，这没，这没到家，尴尬的时候，小狗，对，我们尴尬了，我们就没有，那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短腿狗，小弟弟，过来跟咱们聊聊天，杨彦明。 来，遥望，遥望，杨彦明，遥望在里面吗？杨彦明都在，哎呀，被别人看见了，哎呀，把我拉下来了，真的是，遥望，看到，我们都在马上车来了，一会儿被撞死了，快起来，不会撞，就是他过不去。 都在这个上面比较有氛围。哎呀，哎呀，蹲蹲蹲。P P A P P P A P 不，Q。你那个歌呢？把声音录出来。好尴尬。跟杨一鸣有些更加事情，他明明自己背着包，他问我们，哎，我的包呢？因为一看我包在别人。 I have apple pen. 卡点没卡对，重新来。我们先走了。当当当当，我们去找地方。这边非常适合拍那种古老的，就九十年代的那个年轻片的那种，90年代很古老的那种校园。 爱情故事，我们漫步在这种有很老的街道上面，然后发生的一系列爱情故事。哎呀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说我们尴尬了？<笑>说我们又怎么样了？可爱，可以会剪掉的，他会比较逼，<笑>真的是蛮接地气的啊。 是的，我觉得前面没有希望。那地儿也不像高原。我们还是往前吧。我们看这冲的快吧，反正坡也蛮陡。给大家看一看，我们又来了一个小坡路呢。哎呦，数据特别好。来了，别来了。 对我，你绝对是用心的。哇，看这个，哇。
我们如果时间带着人生动去花大钱，我们到要去著名的梨大，梨大去看一看了，去看一看韩国大女婿是怎样，有那么累吗？还好，人民体力不行，看我这我体力好吗？你不知道。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就我蛮想，真的蛮想的。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对啊，阿婆那个姐姐们，你说姐姐也可以走走停停，想我们去。非常漂亮的建筑，精品的，特别的漂亮。这边晚上先出来，好像它两边都会亮灯，对吧？这边真的好漂亮，看一下。这边呢，就是旁边就是有点园林式的感觉哈。然后它这两个亮灯是在台上做的还是？台阶上看，对，就在那个台阶上，因为两个台阶上看，是这个，看书我们看几个小时，别人可以看一晚，我也可以，哎，到这种地方我就想念，想念你的南艺了，对吧？哦，对，这两个全国排行，你现在看，突然开始打广告了。大学大家看了一定要看，真的是很漂亮，是不是？虽然这个地方也有点各有各的风格，但这种风格比较喜欢的还是有什么朋友的风格，然后也是我上面吃饭啊，送给你听你这个风格接地气，几年的这位老小伙子，老小伙子，来来来来来，说一说离开你的亲爱的大学的这种美好感想。好啊，感觉自己得到了升华，还有就不像一些小朋友天天就心心念自己的学校，要么这种已经踏入社会的人。看来你的学校并没有给你带来说什么太多。没啊，我的学校也很好。欢迎大家报考，报考哪所？杨一鸣的，那帮我打个广告吧。帮我打个广告，欢迎大家报考南京艺术学院。南京艺术学院是你梦想的天堂。考上了之后，你就不想离开的一所完美大学。编不下去了，我们要坐一下。这边坐了还蛮有感觉。对，我一上面，在这儿看上面，上面还是这边，行啊，我的感觉太棒了，故宫全是人好吗？就是到一个地方，后面就是这一栋，这个学校真的是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景点了，据说。这个地方都是情侣来的地方。啊，你耳机。啊，不是，游客都来这儿。情侣也来这儿。所有人来这儿。大家都喜欢这儿。啊。舒服。来，这边。
开心的事情。聊点什么呢？出发出来了，一坐下就能翻课，享受了是吧？对。一坐下眼睛就开始。开始睡觉。你躺着怎么办？直播杨彦明睡觉。一点点弄下去，我在发粉丝福利。杨一鸣你也帅。然后接不下去了怎么办呢？看镜头，来我们的老招式啊啊，好。哎，这段还蛮顺的。那让我们一起去甜蜜的梦乡，在韩国女子大学，在我们正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帮年轻气盛、朝气蓬勃的一群年轻人向我们走来。没错，他们正在向我们这边爬楼梯。你已经进入梦乡了吗？那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就韩国的情侣特别的多，对，吓死人的多，真的在国内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情侣。感觉韩国的朋友们业余爱好就是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浪漫，就是国家。有一个特别夸张的事儿，就我们基本上只要一抬头就有情侣，是吧？对，就一点都不夸张，一抬头就是情侣。就是在大街上你看不到情侣都是一件坏的事情。对此，我方遥望的看法是什么样？我们来问一问遥望的感受。很好，辣眼睛。那一天还有一对情侣怼着我们，怼着我们去，很好啊，感觉这个国家充满了浪漫的，对，整个感觉就是空气里都是爱的味道，空气里都是粉红色的泡泡，里都是粉红色的泡泡。那我们之前呢，他在台湾的一个词就是，在台湾。你说什么？爸。
亲爱的，别再哭了，失恋其实真的没什么，他不懂你的可爱，迟早会后悔的，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？亲爱的，别再哭了，你看天空为你下雨了，让雨水冲走你心中所有快乐，明天带着笑脸快来见我，乱想的时候就找我，忘掉他这颗花心萝卜，咬一口苹果，咬掉忧愁，释放你的笑容。我不会唱情歌，只是虽然我们只是朋友。